这是咸的，内面应该无掺土豆，我应该当食。网络上多不利的黑函一直出现，到底是谁要害我？孙建明是称黄玉生的名，不过我看有淡薄无同款。林美妍，你伪造黄玉生的签名，涉嫌伪造文书。因两家足好诶，归去哦，我应该去管啊。正文，真正是你。你当我鬼啊？现在我比你在八年前够较有耐心。当然，你到底为什么跟我分手？你若是有才调发黑函，也有才调心理，你就是讲你用你，我就了袂着你哦。最后应该是顶一个人家用的。我想要讲袂差，我今仔日就一定要让你错误行为付出代价。啊，高总裁对我迄个精华第一总是在笑笑，啊，发哥阁是伊的人，所以这火灾甲高总裁应该是有关联。咱就要为八零会该开始调查。其实只要阿伯一句话，就当就当变作是八零会管的会员。为啥你买得起走？我若感觉你最近用啊收入管愈济啊，最近啊你真反常啊，唔那无法度甲四天金矿斗三工，可以替你搞钱。那继续安尼落去，你归去直接等于日本。这边嘛是用你的电话卡假的简讯给我，条款给咱两个人见面，所以这边这个代志应该嘛是这个廖小红会设计好。阿妹加变吧，即摆外面吼，只有黄老板甲阿妹两个人做伙尔，我可能两个人吼手牵手呢。